もう始まってます。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ださい。もう始まってます。これはビデオです。ビデオです。ビデオです。因为会员太多了，我们一个班的话都有四五十个，所以的话要是全部提供给会员，其他的话这的确是不多，不太现实。所以的话，我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热爱吉他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去101找我，我都很乐意的去教你们。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？那我肯定会记得你，待会下次跟你试聊。那个等一下呢，我们每个部长部门内呢都会有一些才能的。有台面的人跟大家展示一下，展示完过后呢，就大家就去跟他们交流了。你看这边还来不及展的展示，就开始交流了啊，也可以啊。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一个交流互动的活动啊，不一定非要在这边了。还有这边有凳子啊，大家站累了可以过来坐啊。待会儿那边现在已经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吉他摆在那里，待会儿大家可以过去玩。自己试啊，自己过去试。但是在试之前呢，我们先要展示给大家看啊。我们接下来就介绍我们几个部长啊。我呢就声乐部部长了啊，学声乐也好久了啊，到了大学一直徘徊不遇啊，终于走进了音乐协会的这个殿堂，终于哎发现哎对对对，发现还是我这个花还是有地方开的啊，然后结果呢就慢慢的就走到了今天，当上了声乐部部长，跟我的很多子弟的啊，我的老前辈学子学长啊，都是付出了很多，我也付出了很多。啊，这样子啊，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也做一个宣传啊，大家唱歌可能对唱歌方面感觉就是差那么一点，但就不懂是差哪一点啊。那这样子呢，就可以系统来学一下什么叫做声乐啊。声乐这个东西听起来非常简单，就是声乐来唱歌，对吧？但是要唱好，还、要唱出自己的风格，要唱出艺术美感啊，这个是非常难掌握的。所以可以说，声乐是最简单，但是又最复杂的一种。音乐形式啊，音乐形式很有哲理啊，对对对，我说的好听，你现在要秀一下了啊，不秀了啊，然后今天像鸭子一样的秀了一天的话啊，今天再秀的话在这里啊，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部门来学习，关键的就是一个交流交朋友，然后呢也提供了你们一个平台展示你们自己啊，这样子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培训时间呢就是每周五的下午5:30在一票的101教室，就是在那里呢，去了找我就行，然后就开始教你怎么唱歌，怎么唱声卡用。